十一章，这个地方又没有改过来，就是天线及辐射系统，不是发射天线，天线及辐射系统啊，十一章，天线及辐射系统，我们一共有二十个小节哈、啊，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，二十个小节，举论，就说我们电磁波你要发射出去啊，它一定要有能量可以发射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这能量从哪里来呢？啊，一个就是从电流。啊，就是电流来，电流可以啊，变成震荡的，一个震荡的电流，可以变成这个，震荡的电场，啊，或者沿着这个环状的电流，在变动的时候，它就磁场在变动，磁场，那么变动的电场跟变动的磁场，它会感应出。变动电场可以感应出变动的磁场，啊，然后又磁场又感应出电场，就变成电磁波啊。那么我们要求这些，要从电流啊，比如说你电流要变成电场，变动的电场，或者电流变成变动的磁场，我们要怎么做法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先由。有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还记得吗？各位，这个 A 代表什么？磁向量位啊，磁向量位啊，磁向量位啊，那么是这个啊，这个值，磁向量位啊，这磁向量位啊，那么因为它现在我们以前在学电磁学的时候啊。它的磁向量位啊，我们要求一个线圈的电流在它附近产生的磁向量位，那个时候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啊，不要这个东西啊，因为立即就感受到。但是现在你这个啊，比如说你一个线圈在这里产生的磁向量位啊，很远很远的地方产生的磁向量位，你不可能这里一变动那里就感受到，比如说你在地球上面一个线圈产生的磁电流变动，你月球上怎么可以马上就感受到呢？它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传过去，这就是它的延缓的一个因子啊，距离，因距离而延缓的因子。然后有了这个磁向量位以后啊，我们就用这个式子可以求 H 场啊，缪分之一的 curl A， 哎，这是电磁学里头，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再仔细讲这个啊。好，那么 H 场求出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法拉第定律啊，求出电场来，这是法拉，这是啊安培尔斯罗求这个。就是你一定要经过这三个步骤就对了啊，这三个步骤以下我们就举例说明哈，每次求的就是用这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电偶极子元素的辐射场啊 ，radiation fields of elemental dipoles 啊 ，elemental dipoles， 我现在这个都是。翻译的这个名称呢，都是用这个电脑上面哈，找他们最近的翻译的名称啊。电偶极子元素的辐射场啊 ，radiation fields， OK， 啊，电偶极子元素是什么意思？就说我们有一段很小很小的一个长度 element。就 DL 啊，长度 L 上面有电流，这个电流呢，那你如果用它的看它的
real form 就是它的实数值的话，它是等于 I cosine omega t，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变动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化成向量式啊，化成这个啊，它就可以变成 I， 这个是它的 phasor 的 space 部分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时间部分。你看这个取 real 啊，就是这个 OK 啊。那么这个电流啊在这个地方变动，因为它两端呢、啊、是个端点，它不是一个通路，两端就是一个端点，因此电流到了这里就是零了，到了这里也没有了，那电流怎么可能就没有了呢？啊，那是我们在这两边的摆两个球或者两个 disk 导体 disk， 那么它就可以把流进来的电流啊啊就变成这个电荷储存起来啊，变成电荷储存起来，就上面是正电荷，下面是正电荷，一下子又是下面是正电荷，上面是正电荷，它是一种震荡型的，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偶极啊，就是一个electric dipole， electric dipole， OK， 啊，那么因为它这个 electric dipole， 它不是固定，这个电场电量不是固定的，它随时间改变，因此它就会它就变成一个震荡的一个 dipole， 它产生的电场也是跟着电震荡，因此它的电场跟磁场都是震荡的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说。它这个电流出去在两端的圆盘中，那流进去，这就代表啊单位时间，比如上面的圆盘用正的，就是我们看单位时间，单位时间流进去的 Q， 就是这个是瞬间的 啊瞬间啊，就是流到这个圆盘里头的电量的增量是 dq over dt， 下面这个圆盘就变成负的啊，负 dq over dt， OK， 好，那么这个 q 呢，用小写的，这个用小写的都代表是随时间在改变的，用大写的就是啊，大写的 qi 就代表是固定的，啊、不随时间改变的，啊，那么大写的 i。我们可以因为 Q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 Q 也是一种随时间改变的，就是 harmonic 啊 time harmonic form，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啊，这是它的一个 space part、啊、那么根据这两种电流跟电量，我们知道 I 这个 Q 就是这个啊， Q 就是这个对啊，那么 I 呢、啊、就是这个量啊，这个就是说你把这个值啊带到这个里头去微分一下，有个 omega 出来，有个 j omega， 对不对啊， j omega 出来、啊、那么 i 等于正负 j omega q， 那 q 反过来就是等于 i over j omega 啊。好，那么图在这里啊，假设你看这个，假设某一瞬间呢、啊、这个在变动啊，在变动，好，某一瞬间这个是正，某一瞬间这个是正，这个是负，就是电流朝这里流，那上面就是正的，下面就是负，电流朝这里流就是这里是正，这里是负，电流如果朝这里流的话呢，那就是这里是正，这里是负啊。我们这里就是说如果是正号的话，代 Q 代表正号， Q 是正号的话就代表是天线上端的这个电荷， Q 负号就代表天线下端的电荷。当然这个图啊它是本来是变动的，但我们画这个是某一瞬间了、啊、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图来讲，所以某一瞬间正的话这个是上面，负的话这个就是下面。好，因为它这里有正 Q， 这里有负 Q，
当中又有距离，于是它就变成一个 electric dipole。 electric dipole 它的 dipole moment 就是 Q 的绝对值乘上它的长度，它的方向就是从负的到正的啊，从负的到正就是 AZ 的方向，我们这个就是 AZ 就是 Z 的方向啊。这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偶极子，我们又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，叫做 Hertzian dipole， 叫做赫兹偶极子，叫赫兹偶极子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要看赫兹偶极子它所产生的电磁波。我们就循我们前面讲的三个步骤啊，第一个就是求它的magnetic vector potential 啊，求电流 I 在 R 远处产生的磁环向量位，向量位就是磁向量位、啊、好，那这个就是等于这个，因为前面这个式子啊，我们有 J 有积分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我们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小了，非常非常小的话它就是这个东西了，它就是啊，就是 DL 啊，它就变成这个东西了啊， IDL。 好，那么里头啊，我们注意这个贝塔，贝塔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啊。那如果在这个我们自由空间的话呢，它就是等于它是 phase， 本来是 phase constant， 那它就是 propagation constant， 因为它没有正数啊，就是这个值。好， AZ 是 Z 方向的单位向量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球坐标，你把它画成球坐标，这要把那 cartesian coordinate画出来，我们才看得出来啊。就是这是球坐标的，这跟球坐标的单位向量有这样的关系啊。那么球坐标的这个 A 呢，它的这个向量位啊可以分成三个分量 AR Aθ Aφ 球坐标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 AR 它是等于 AZ， 因为啊 AR 的话啊它是等于 AZ 乘上 cosθ， A 的 Z 分量就是这个是向量位，向量位的方向跟电流的方向是一样的、哦、啊，向量位那电流，你看我们现在电流是原 Z 方向、啊、它是跟这个方向一样的、哦、啊，所以它是等于 AZ 乘上 cosine theta 啊 AR 这个啊 AR 啊，这个大概看不出来，你要把它画出来啊。然后现在把 AZ 带 AZ 就是这个，这就是 AZ 了、啊、带进来的话这就多了一个 cosine 啊，这是等于负 AZ， theta 分量等于这个 phi 呢等于零，它没有 phi 分量啊，没有 phi 分量，因为 phi 没有 phi 分量啊，如果你在这里变动的话，它的这个、任何一个地方的电流 vector 是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跟 phi 的方向是垂直了， z 跟 phi 的方向是垂直，所以它不会有 phi 的方向。好，然后第二步，你现在 A 有了，就这个就 H，我们就把这个 H 场用这个式子啊 ，A 带到这个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圆
求坐标的 curl， 求坐标的 curl 就是 r 平方 sin 西塔，然后这个 ar，ac 的旁边要加个 r，a phi 的这个单位向量旁边要加个 r 西塔，这个也是一样 ，ar 的旁边不要加东西 ，a 西塔啊要多乘一个 a，a 的西塔分量旁边要乘一个 r。A 的 phi 分量要乘一个 r 西塔，这个是求坐标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哈，求坐标啊，这个 mu 零就在这里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展开啊，啊，这个展开啊，这个展开呢，最后啊，它只有 phi 分量啊，只有 phi 分量，因为这个 a 呀，你看这个 a。AR 跟 AC 塔它只有什么，只有 R， 有 R 也有 C 塔，啊，没有 Phi 哦，它不含有 Phi 哦，啊，不含有 Phi， 它有 R， 它对 R 也要微分，对 C 塔也微分，但是对 Phi 微分就是零，就是零，啊，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按照行列式展开，就是变成这两项。这两项里头，你还要把 A phi 带进去啊 ，A phi A R 带进去啊 ，A phi 带进去跟 A R 带进去以后，然后再把它微分，这微分以后带进去就变成这个东西。这个我们就不仔细去导它了啊，你们回去可以就自己导导看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 H 场仅仅只有 phi 分量，它的 R 分量跟 theta 分量都等于零，因此 phi 分量呢，现在就是等于这个 H phi 就是这个。好，现在 H phi 知道了，我们要求它的电场，啊，电场用这个，我们再一次用 curl H 这个提出来啊 ，curl H。求坐标啊，求坐标，注意哈，因为这两个因为它没有这两个分量嘛，它这个 H 只有 phi 分量嘛，啊，没有这个分量嘛，所以就用零代表好了。你把这个展开啊，就变成这个，它有两个分量 ，R 分量跟 C 的分量，然后你再把 H phi 带到这里头去，再展开。这很麻烦哈，就有 ER 电场的 R 分量，电场的 theta 分量 ，phi 分量等于零啊。那式子里头我们有用到 eta zero， 这个就是真空里面的啊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120个派欧姆，或者是377个欧姆。好，以上我们导出来的电场跟磁场啊，相当复杂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从这个距离啊，一个很近的距离，就是距离这个天线很近的地方来看这个它的电场跟磁场，我们称为这个叫做near field zone， 就是近场的这个区域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远场，就是离这个天线啊相当远的地方。OK， 好，近场就是什么叫近场呢？就是贝塔 r 远小于这个啊。它的定义就是说，贝塔 r 是等于二派 over lambda 乘 r， 远小于一的话，你看 lambda 乘过来。就代表二 r 远小于 lambda， 对不对？距离比波长小的很多很多的时候，叫近场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从它这个式子唯一的一个向量来看，唯一的一个分量。当贝塔 r 远小于一的时候，那就是 exponential， 它这个次方上面呢，啊，远小于一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啊
按照用它的这个级数导出来，啊 ，exponential 是等于这个，等于这个。好，那如果贝塔 r 远小于一，这个就比一很小很小，很小的话在它面前可以不计，那这个更小了。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啊，这一项 exponential 负 j 的贝塔 r 就马马虎虎等于一。我们就把这个带到这里，就把它当作一，于是 HR 它就等于，你看这个都有啊，等于一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好，就剩下这两项，这两项没有一跟他们比哦，就他们自己去比，哎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小于一的东西，它的平方比一更小，这很小很小。很小很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分数比它要小得多，所以只剩下这个东西哈，只剩下这个，啊，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里头 ，j 平方也乘出来，啊，贝塔平方也乘出来，跟这个约掉哈，啊 ，r 平方也乘出来，啊 ，r 平方的分母，啊，就变成这个速度 ，h 等于这个。那么 HR 它有两个分量啊，啊一不是 ER 是这个分量啊，那这个也一样，把它当作一。然后这两个呢，因为这个比这个小很多，所以这个分数就比这个大很多，啊，这个分数比这个大很多，啊，那不这个分数比这个大很多，就留这个分数，这个就马马虎虎不要了，啊，哎。因为这个 j 三次方就变成负 j 啊，最后可以画成这个样子，画成这个样子。OK， 好，那么这个里头我们用了什么东西 ？i 等于这个 ，eta zero 是等于这个，啊，这个里头用了 p， 啊 ，p 呢就是 q， 本来它是 q 了，啊，用这个，就是。dipole moment， 然后贝塔零是这个，啊，现在我们就有这个，进场的 H 的进场跟这个电场的进场啊，然后电场还有一个分量 E theta， 它是这个，那这个当作一，那这个里头啊，这个里头啊。我们只留这一项，因为它是最大，这个跟它比都很小了啊，它本身是最小了，分母最小了，所以它分数最大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放在一起，进场 near field 啊，一二是等于这个。E theta 等于这个，一电场有两个分量 ，H 场呢只有一个分量。你看，他说这个分量，你仔细看看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讲的电偶极，就是在二年级学的电偶极，在距离 r 远处，它的电场。的 R 分量跟 Theta 分量啊，这个你们可以如果忘掉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啊。然后 Phi H 只有 Phi 分量，因为它跟电流有关啊，电流呢你这个电流它是 Phi 的方向嘛啊，那么它就是 Phi 的分量，那么因此在这里就是说 HPhi恰如运用 Bill Savalo 求基本由电流基数产生的，啊，这里是说这里我们不要用这个 dipole，啊，就是用这个 Bill Savalo 求出来的 H 场，okay？ 那这个正好就是
偶极矩啊 ，PZ 就是 Z 方向的偶极矩产生的这个场啊，这个场呢，因为它是跟我们的静电场很像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啊叫做 quasi state field， 或者叫做不是 quasi state field， 或者叫做 quasi state field 啊，这两种念法。叫做准静态场，准静态场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 dipole 静电里面的 dipole electric dipole 产生的电场，跟这个用 Biot-Savart 产生的 IDL 啊 ，IDL 这个它是一个电流的基数产生的磁场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原场 ，far field。far field 它的定义是贝塔 r 远大于一，这个要远大于一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什么这个，我们就是不改变这个，我们就看这个。这个比一大很多很多，那这个分母比较大的分子比较小，啊，分数比较小，因此啊，我们这个就是只取这一个这个值 ，OK， 只取这个，这个就是说它比它小很多，马马虎虎我们就不要了啊。好，那只留这一项，这一项。乘出来，这个还在这里啊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值，哎，是 H 场。ER 呢，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就留，也是一样，就留这一些。但这两个啊，因为这三个式子里头都有，哎呦，这个加又漏掉了，啊，都有 R 项啊。那这个呢 ，ER 呢，只有什么？平方跟 R 三次方向，所以它的比这个都要小很多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就远小于一，这是跟这两个相比来说的啊。啊，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只留这一项，那就变成这个东西。所以原厂的话，现在只剩下 H phi 跟 E theta 啊，原厂就是电磁波了，它没有 R 的方向，因为它传播是朝 R 的方向传播。好，因此距赫兹偶极子远处的电场与磁场的分别就是这个原场，这就是它的原场啊，原场。那这里就是讨论一下这两个有什么特性。你看这电场跟磁场相位相同啊，都有接，看到没有，都有接，这个接在这个时间来讲，它就是 exponential j 二分之派了啊，啊，两个同向啊，还有呢 ，e theta over h phi， 这两个一比就是 eta 零 ，eta 零，这个正好跟什么一样啊？跟我们平面电磁波。在真空里面传播的特性一样啊，一样，也就是说电场跟 H 场啊是垂直啊，这两个是垂直啊，而且同向啊，他们有彼此有这个关系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说他们这个 amplitude 的分子有 R， 那就是说它的振幅啊与 R 成反比。我们讲的平面波呢，它是传到无限远的地方去，它的强度都是不改变，强度不改变就表示它的振幅保持一定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球面波，啊，这变成球面嘛，这球坐标里面，球坐标里面球面波它的波面呢，啊，越传越大，越传越大，那波面的面积是跟 R 平方成正比啊。啊，那就表示它的强度啊
啊，十一二的平方成反比，那正负就与十一二成反比啊。OK， 这就是说从一二点得知啊，赫兹啊，怎么写成这个赫？赫兹偶极原厂的电磁波与平面电磁波类似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介绍磁偶极子 （elemental magnetic dipole）。磁偶极子是这个样子的，它的电流哈，有个线圈的电流在这里流，半径是 b， 于是呢，它会在 r 远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它会产生电场，会产生 H 场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求这个地方的 H 场跟电场呢？首先我们就是要先用啊，这先用这个地方的电流来求这一点的向量位。那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在电磁学呢已经学过了啊。那我在这里呢就不再提了，因为很长，要提起来很长很长啊。那我就我们就先看啊，它的电流啊是 IT 等于 I cosine omega t， 这个是一个余弦波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啊这个形状，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 time harmonic 的形的形态。然后呢，线圈因为它有电流啊，啊，那么电流乘上线圈的面积，这个是这个线圈这个面啊的面积向量的方向，那这个就是它的 magnetic moment 啊，磁矩，有时候也叫做磁偶极矩，因为它指的方向是 az。所以我们用 AZM 啊来代表，因为它电流啊在这地方它是一个复数，是跟位置有关的，所以这个 M 呢也是跟这个啊也是个复数。 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式子来求 A 啊，求向量位 A。 那这个式子里头有 R1，那这个 R1 呢是这个，那这个是中心点到这一点的距离叫 R， 那这一点是 R1 是什么呢？就是从这里我们取一个电流基数，长度基数哈，那电流乘上长度基数就是电流基数了啊，这个地方啊到我们要求的电场跟 H 场这一点的距离叫 R1。那么这个 R1 跟 R 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现在将这个，因为他们两个当 R 很远很远的时候啊，这 R1 跟 R1 prime 其实差不了多少啊，差不了多少。 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exponential 负 J beta R1 把它配方配成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乘一个exponential 负 j beta r， 那这里又乘一个 exponential 正的 j beta r， 所以这两个消掉了，最后还是等于 exponential 负 j beta r1 啊。于是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把这个拿出来哈， exponential 负 j beta r 拿出来，这里呢展开，因为这两个相减，这个数量非常小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展开啊，展开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于是我们把这个就带到这个 exponential 这个 R1 这个地方去，那分母的 R1 呢我们就可以马马虎虎就把它当作是 R， 因为没有人跟它比较啊，它左右都没有数目啊，没有加上一个数目比它大的啊，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当作 R1 当作 R。 然后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一项，这一项就是这个 BL prime
这个向量绕一圈，就是一圈的和啊，这第一圈第一圈，你看头尾最后头尾相接了哈、啊、那么它的总位移就是零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零了。那只剩下这一项，那这一项呢这一项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哈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，我们先说它等于这一项好了哈，那这个就是看下面这个，我们把四派缪零 i 啊，四派缪零 i 乘上这个，四派缪零 i 乘上 dl prime over r 的一个 closed path integral，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就是此举啊，就是这一点的，就是这一点的此举了啊，此举，哎，啊，那么就说我们在电子学学过哈、啊，这个就导出来，导起来很长很长，啊，那么这个就它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，这 M cross R 向量，哎，它也就是等于 M。sin theta over 四派 r 平方，那这个 m 啊，那跟这个m， 我们这里有讲过，它就是等于派 b 平方哈，乘上 i， OK， 啊，那么这个是电磁学里头的东西啊，那我们就把它用到这个地方来啊，用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这一项呢就等于。这个还不动，这个没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项，啊，这个跟这个都没动，其他的就变成这个，啊，那这个这一项，整个这个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A， 啊，就是向量位，它的向量是方向是 phi 的方向，啊，我们 A phi 知道了。A 知道要求 H 长，我们就用这个式子，还是一样啊。缪零这个用球坐标，然后呢把它展开，我就不仔细展开了哈。最后展开啊 ，HR 是等于这个，啊，它 H 有两个 component， 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啊。那这个你把 A phi 带到这个地方微分以后啊，就是 HR， 然后 A phi 带到这个地方再微分一次呢，就变成 H theta 啊 ，H theta。好，我们现在 H 知道了，它有两个分量，我们由它来求电场啊，就把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就用球坐标的 curl 来做。它有两个分量，第三个分量是零，啊，然后展开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，只有一个分量了，啊，只有一个分量，啊，变成这样。最后我们就导到这个三个式子，啊，导到这三个式子，就说我们磁偶极子它产生的场电场。只有一个向量是 E phi 这个向量，那 H 场呢有两个向量 HR 跟 H theta， 就是 R 分量跟 theta 分量，但是这个 R 分量啊比起这两个，这个是平方，我有没有改过来，这是平方哈，这是平方 OK 啊，这两个比起这一项来都小得很多，所以我们呢这就等于说 HR 比 E phi 跟 H phi 的大小要小的很多很多，因此就没有了啊，就说我们马马虎虎把它在这两个大的值之间呢把它当作没有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跟我们以前讲的电偶极子它也有这三个式子，不过呢它是 H phi， H 场是 phi 的分量啊，只有 H场只有 phi 分量，电场呢确实有 R 跟 theta 分量，
但是我们看这个后面这个形状啊，几乎都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后面这个都一模一样，就是前面有一点差异啊。于是啊，我们就想这三个狮子啊，跟这个三个狮子有没有一个对偶性的关系？如果有这个关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必从这三个狮子里面呢、啊、求它的进场，再求它的原场，那花很多很多时间啊。这里我们已经花很大的功夫把进场跟原场求出来了。如果这三个狮子跟这三个狮子它们有对偶性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电场的进场跟电场，就我们主要是看原场啊，电场的原场可以从这里用对偶关系找出 H 的原场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来找哈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对跟这一对有对偶性存在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啊，看你看 E5 啊跟 H5 很像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很像，这后面像，就是前面有一点差异啊。我们就拿这两个来看啊，这两个来看，这两个我们先看前面。前面的话差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IDL 啊把它当作是 JβM 的话啊，那前面就像了，对不对？前面就像了。那么后面这个前面这个就会很像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两个比一比啊，把这个 E5M 就是 magnetic， 就是磁啊磁偶极子的电场分量，跟这个电偶极子的 H 场的分量比一比，这两个比一比，后面这个相同的完全相同的像就消掉了，四派也消掉了，那就剩下这个东西啊，剩下这个东西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东西这个我们现在把 IDL 如果把它变成 IJM， 如果这个可以变成在，就是说把这个当作 JM IJ beta M 的话啊，那这个 J 跟这个 J 可以约掉，对不对？ M 跟 M 约掉，然后其他的这个啊就可以变成负的 eta 零啊 ，eta 零，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贝塔是等于 omega mu 零 over eta 啊，所以这个可以变成负 eta 零，于是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发现了啊 ，C 磁场就磁偶极子的电场 phi 分量。跟电偶极子 H 场的 phi 分量有这个这样的关系，当然这个关系还是存在哈、啊，当然有这个关系在。除了这个关系之外，还有这个关系，这就是它的对偶性。我们把这个当作 A 式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其他两个电偶极子的 E theta 分量跟磁偶极子的 H。西塔分量也是非常像，后面这个几乎都雷同，就是前面这个啊，前我们还是一样，把这个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比一比，然后把 IDL 当成是 JβM， 然后这个约一约以后就变成 eta 零分之一 ，eta 零就是真空里面的。Intrinsic wave impedance， 好，我们就得 H theta M 要等于 eta 零分之一的 E theta 零啊。那我们不是已经知道 E theta 也知道 H phi 了吗？对不对？电场的啊，电偶极子的。那这两个都知道的话，就是这两个都知道了啊，
这两个都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由这两个导出雌偶极子的这两个分量来啊，可以找出这个分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开始打，这是电场的电偶极子的原场，雌偶极子的原场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对偶性带进去。好 ，E5M 是等于 A 负 eta 零，乘上 H5， 就这个，这个乘进去，啊，这个带进来，啊，这个带到这里去，那就等于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把这个，啊，再重新整理一下哈，啊，把贝塔，把贝塔换掉啊。贝塔就是我们前面这里讲的啊，贝塔等于欧米伽，对，或者说贝塔乘上 eta 等于欧米伽缪零啊等等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雌偶极子里面电场 phi 分量的原场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值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来从对偶性 B 我们来看。H 的雌偶极子的 H 西塔分量跟电偶极子的电场西塔分量有这个关系，那我们把电场的原场带进来啊，带进来以后啊，我们再把这个 IDL 换掉啊，最后我们可以导出当时这个来，哎，这个我就不仔细打了哈，啊，所以雌偶极子的原场就是这个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写在一起，雌偶极子的电场分量它只有 phi 分量啊，西塔分量只有 H 场只有西塔分量啊，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就发现一电场啊与 H 场hc 塔，这 hc 塔这里啊，这比值要等于 eta 零啊 ，eta 零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field pattern，field pattern 呢，有的书上翻成场形，我们以后就是翻成场模式啊，模式。那么它都是三 c 塔，所以一样，这两个啊就。场型与赫兹电偶极子一样，啊，都是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电场的 H 场呈正交，因为这两个 phi 方向跟 theta 方向是垂直的 ，OK， 啊，所以这个就跟什么一样呢？啊，它其实就跟有一部分就跟平面电磁波啊一样的。不过就是它的 amplitude 呢，这里头的 amplitude 是随着 r 的一次方成反比，那就是说它的强度啊，随着 r 的平方成反比，那越来越弱啊，那是球面波的特性。好，以下我们就要介绍天线的模式跟天线的参数 ，antenna patterns， 这个 patterns 啊，现在这个在电脑上面呢，我去查他们的翻译哈，它是用模式来翻译。以前有人用这个场型呢，啊，就说你这个antenna，你这个电场出去，那电场的强度啊，跟它画出来的图形啊，一个图案就叫做 antenna patterns。还有 antenna parameter， 它有它的一些参数啊，等等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参数了，相当复杂哈，相当复杂。啊，现在我们说，天线产生的辐射里面，真正重要的在它的原场，这些场呢？我们就称它叫做
辐射场 radiation fields， 没有任何一种天线会在所有方向向上面产生均匀的辐射，不管什么方向啊，西塔的方向或者 phi 的方向也好，都不会均匀的。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理想的会均匀啊，但是实际上的不均匀了。距离天线很远的区域，距离为 R 处的原场，大小与方向的关系曲线称为天线辐射模式，就距离 R 远的原场，它大小跟方向的关系，是吧？什么方向它多大？怎么看？比如说 R 来讲哈，R 变动它的大小变动多少？那 phi 变动它的大小变动是多少啊？好，那么这个是叫做 antenna patterns， 简称叫做天线模式，这个式应该在这里。天线模式啊，天线的 pattern， 它的 pattern 应该是三维的图形，但是在球坐标中啊，西塔与 phi 二者变化啊，就是说球坐标中呢，啊，它的模式啊是随着西塔变化，随着 r 变化，就是你 r 一定的时候啊，但它随着 phi 西塔跟 phi 变化。三维的图形不好画，我们就画两二维的。现在我们看 phi 为定值的时候，绘出的硅一化长强度，这叫做啊，这个叫做这个normalized field strength 啊，它的大小跟西塔的关系曲线，我们看这里，它为定值的时候，这个人家看图才知道啊。它为定值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一面模式；西塔为定值的时候，画出来的叫做 H 面模式，啊，叫做 E plane pattern， 这个叫做 H plane pattern。嗯，好，我们单单看那个字看不出来哈，现在我们看这个赫兹偶极子的原场 H5 是这个， EC 它是这个，你看这两个赫兹偶极子就是那个 dipole electric dipole 哈，这两个呢成正比，就是说这两个比 EC 的比这 H5 都是成正比，都是成正比，所以啊它变大它也变大，它变小它也变小，这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一个一个 H 来考虑，电场来考虑，我们只要考虑电场就好了，那 H 场就不要去考虑它了啊，因为它随着它变嘛，它变大它也照比例变大嘛，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它 R 固定的时候，我们看它随西塔变化的状态啊，随西塔变化的状态，但距离 R 为某定值的时候，以西塔与 phi 坐标无关，它这里头跟没有 phi 嘛，所以跟这个 phi 的坐标没有关系，所以硅一化的电场呢啊，它的这个大小啊，硅一化就是你把这个前面这个都当作一了，当作一，它就是等于 sin 的绝对值啊， sin 它有正有负啊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代表赫兹偶极子 E plane 的辐射模式，啊，它的辐射的这个图样啊，就是跟西塔有关，跟西塔有关。现在我们看啊，这个应该写成那个 phi 啊，因为它跟 phi 无关呢 啊。我们看图再讲，这个是 Hertzian dipole 这个方向，它产生的电场的大小是这个样子的，这跟西塔有关，西塔等于零的时候
电场大小等于零，西塔等于九十度的时候，电场等于一，啊，那个是负九十度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负一了啊。等等，它等于一百八十度的时候呢，电场又是零。好，你画出这个图啊，其实它是三度空间的。三度空间怎么表现法呢？就是说，你可以绕着 H 轴，绕着这个 Z 轴这么转，那它就好像是一个什么，像一个甜甜圈呢、啊。这个甜甜圈的这个这里头没有圈圈的 啊，就是这样的甜甜圈 ，OK， 啊。那么我们是看到这个啊，某一 Phi 的某一个角 ，Phi 角是从这个就是 X 轴了啊。Z 轴的话就是 X 轴，就是 Y 轴，啊 ，Y 轴就是这样看，就是九十度，或者从，都一样，哪一个面你从哪一个面看进去都是一样，都是这个样子的啊，都是这个样子。你跟哪一个，就说你从哪一个角度，垂直看进去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是一面，一面就是表示电场，随着西塔表。所以变化的情形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，这个补充的图，这是笛卡尔坐标，笛卡尔坐标，我看看啊 X Y Z OK X 画这边 X Y Z 这是笛卡尔坐标 OK 啊，这个是它的球坐标 Theta Phi 呢就是从这个地方算过去Z 就是啊 ，R 就是这个半径就是 R 方向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你把那个甜甜圈呢，啊，甜甜圈，啊，圆着某一个，就是切下来的话，你就圆着这个地方来看，这个甜甜圈最大了。这个就是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啊，你就在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你面对着这个，你面切一刀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哎，那这个呢，就是说，你不管是看这一点，因为它跟Phi没有关系嘛，你转360度来看，一都还是一嘛。不过这个地方呢 ，Phi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就不是一了，从这里到这里就不是一了。你在这里画的话呢，它也是一个圆，不过它大小不是一。那这个 H plane 就是说，当我们选择 theta 等于九十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这个 Phi 啊这一圈看起来它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理想的状态啊，理想，但事实上不会这么理想啊。那这个就是叫做 H plane， 好，实际上的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，实际上的 pattern 啊，像 Phi H plane pattern， 你看，我们 Hertzian dipole 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圆对不对？这个圆。那实际上的任意的一个，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天线的哈，你看，它 Phi 你看到没有？它不是一个圈啊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这好像一半一半的花瓣啊，这个叫主波瓣啊 ，main beam 啊，这个呢叫做啊 side lobe 叫做旁波瓣。那这个是按照这个极坐标来看的啊 ，Phi 多少啊 ？Phi 是多少？它的强度是多少？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用这个直角坐标 Phi 按照 Phi 来比，就是它的 intensity， 就是它的电场强度啊，二分之派的时候最大，就是说啊，然后慢慢变小，慢慢变小，变小。然后这个就是指它的大小，
这是一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大概是0.707，我们取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个就等于是它的一个半，它的半功率频宽的啊，啊这个旁坡半啊，这个0.39小了，这个更小，这个更小啊。实际上啊，我们真正的坡啊，这个最好就是主坡半跟旁坡半的、啊、大小差的很多，差的越多越好啊。这个是用 dB 来算 ，dB 像这个主坡半算为标准的话，那这个旁坡半就变成-8.2dB 了啊。这种啊，那这个再来一个第二个旁坡半就是-10.7dB 啊。那这就是秀给我们看的实际上的天线，它的 pattern 啊非常复杂啊，不会那么样的一个对称，嘿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了，啊，下一次我们就从它的主坡半开始介绍。